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有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之前一个李监事，他有跟我面谈呐、啊，他就说啊，你对这里的植物认识什么？我跟他说，我都不认识，我只认得好我们是我们家旁边的七里香。那我想说，可是哈、哦，我觉得这个环境不错，那我就，啊、因为他面谈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嘛，啊，所以下一个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去走一下？因为我住在鸟松，那我其实我有从大陂路经过，可是就知道这一块，那也没有进来，人工给没有提醒，所以我就都没有进来过。我想说，我趁这个机会来走一下，那我就这样绕。那完了，我说，哎，这个环境很好。李翠红是高雄市野鸟学会常住在鸟松湿地的工作人员。这块面积3.8公顷的湿地，土地所有权人是自来水公司，长期由高雄鸟会认养。在鸟会的工作人员和志工的努力下，这块湿地的经营与维护是采遵循自然的方式。同时，湿地内的植物也都以台湾的原生种植物为主。因为以前，从骑车从那边开始开车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片的荷花，那时候是荷花，好荷花而已。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布袋莲，那就是看到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想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做？那我想说，好了，没关系，先做做看嘛，哈。阿燕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这样子来做，就一直一头栽进去到现在。在这里，一切都以按照大自然的规则走。园区内很少能看到水泥设施。虽然志工们笑称这是一块小湿地，但要用人工的方式维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鸟会认养这块湿地的初期，也曾经碰过民众的质疑：为什么不修剪树木，不扫除落叶？但这些是鸟类的栖身之所，落叶是虫鸟的食物来源。碰上台风季，更是让所有人忙翻了天。去年。台风是不是连续来两个台风？那时候我们就整个园区倒木很多，那我们就在一天内发动志工，把我们的步道给清理干净，最起码说有一个路可以走，让游客可以通行。那其他的我们慢慢在整理。那我们的志工有空就来，因为我们不能要求说志工全部不要去上班啊，他们要养家活口，所以他们就有空就自己安排时间来帮忙。所以我们的志工真的很帮忙，而且很自动自发，他们就有空就自己来帮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好。甚至我们的志工，今天台风哈，早上风大了，等一下风小了。他从小港就来这边看我们的池水有没有淹过了，那些。水草有没有把那个出水口给塞住了，就下去清。那其实，所以那时候我就被我们的志工感动，他们的热忱。四季的鸟松湿地有着不同的样貌，不同的虫鸟会依循着季节的变化，在鸟松湿地里过着属于他们的日子。动植物们的生活百态也让来到这块湿地的人们在城市里有了接触大自然的机会。我们就从春天开始讲，春天的话，每一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的万物开始苏醒嘛，哈，那植物就开始冒芽，哈，那开始开花了，我们的昆虫也来了，那鸟也开始繁殖起了，哈，就开始在交配啊，哈，它们要开始繁殖起了，那所以那时候就会看到很多鸟，好像红冠水鸡，他们就可以看到红冠水鸡，他们在追逐，哈，要筑巢，哈，那五色鸟，他们在啄那个树洞的时候，他们的孵育过程，他们就全程都可以看得到。那很多鸟就看到，那植物也看到它们的在开花了。像而且在春天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些植物我们就会慢慢，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做生态观察，我们会做调查。我们的志工从进来的时候都不会有慢慢的培训，哈，到解说员，到植物，哈，还有蜻蜓、蝴蝶一些昆虫的调查，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做进行的调查，比如说
今天要做昆虫调查，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园区有什么昆虫，那我们就会把它做成一个名录。那还有我们每一个月的植物调查，我们植物我们会什么时候植物会开花，什么时候抽芽，什么时候像我们的雀榕，以我们鸟松的代表植物雀榕来说，雀榕的话它有 一年有3到4次的落叶还有结果，所以它从它的落叶整棵植物的叶子掉光光，到它长抽新芽的时候那种漂亮的程度，一个礼拜内它掉光了，把所有叶子掉光，那在长出新芽的时候那种过程我们就是可以讲，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这样就一个记录。那夏天的话，夏天就鸟我们开始繁殖，那就有喂雏的动作，很多水鸟，那水鸟我们这里像我们是坐在这里的话就会看到很多水鸟在那边，好像黄小鹿啊、绿小鹿啊，还有那小白鹿就在那边，就看到他们在那边追逐。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就秋天的话，我们一些植物开始结果了嘛，那昆虫我们就看到有什么昆虫，我们每一个月的调查就有记录就呈现出来。在，所以我们鸟松就有一个春夏秋冬，我们在我们自然中心就有一个春夏秋的冬的展板。夜晚的到来，鸟松湿地依然热闹，鸟会规划了夜间导览，让众人可以一窥夜间湿地的样貌。这般多面貌的湿地，前些日子却遭遇了可能要从地方级重要湿地的名单中除名。吃一些看腐烂掉的木头，上面有长一些有机质，可能苔藓类的，它会去吃那个。我问你，它跟那个，你有没有看过蜈蚣？有。那我问你，蜈蚣跟马路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蜈蚣会吃的，马路会。蜈蚣会吃马路，但是马蚌不织网。有织网的哈。鸟松湿地啊，它固然是如自来水公司所说的哈，它早期就是一个沉沙池，一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放弃这种同样的讲法，沉沙池。虽然他最近火认说大型停车场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住在鸟松那我家就在澄清湖的后面。在沉沙池之前它就是一个皮塘，那也可以说是整个小贝湖的一个皮塘的范围。那小贝湖的皮塘范围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棒球场、劳工公园那一带，以及山洞，现在已经有第四洞的植子中心，就是高雄长庚的整个范围这么偌大的一个湿地范围，早期都是皮塘，也不是像现在鸟松湿地自来水公司说那个是一个沉沙池，没有错，哪怕是沉沙池，它也是一个湿地。好。那我们就讲说鸟松湿地它究竟有怎么样的一个功能取向那民众他为什么要来到这边，一个小小的2-3公顷大的一块的人工的湿地，它又为什么是成为全国第一座的户外教学的湿地公园，这个就不容易了。当然是有这样 NGO 的协会去认养，跟市政府来认养。高雄市的湿地大概20个左右有并不是每一个湿地都可以采用同样的态度全开放，我们可以这样讲 24 hours a day 24小时都可以开放让民众去使用，没有多少湿地
是这样子的。那有开放的湿地，它是不是也能够这么生物多样性呢？各位在相关的资料可以去看，那是不容易的。湿地要营造得好，一些生物才会来这边住，哪怕是来这边过境也好。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黄鹂，目前正热的高雄市，在全国黄鹂的新闻首屈一指了啊。黄鹂是一级濒危的物种，它到鸟松湿地来觅食啊，但是它并没有在这边筑巢，哦，它顶多来这边休息觅食而已，哦，那这个就是过境这个鸟松湿地。这个地方根据我们鸟会的志工义工啊，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我们已经一二十年以上在这边做有关物象的一个调查了。我们调查出来的物种，包括昆虫，包括鸟类，我想我们的民众，这个就是构成为什么民众他愿意来这边。那鸟松湿地不是只有晨昏，我们看到大量的民众，不是只有附近的民众来这边啊运动，甚至有的远从外地的，他会清晨啊，我上午就见到远至于岐山，一部车就一大早就到鸟松湿地来散步。他们居然是以鸟松湿地为主，然后再进去澄清湖。所以在晨昏也好，日正当中也好，鸟松湿地每一个时段都有不等的人会进来。当然大部分人是沿着整个木栈道800多公尺的木栈道，全部是完全木的，不是塑木啊，木栈道走在上面。林世忠来回多次中央，为的是希望能让高雄的每一个湿地都能安然的度过在评定的关卡。因为一旦不再被认定为重要湿地，土地的所有权人就能够对土地进行其他的规划，而所谓的规划也包含了开发。如果不再是政府认定的湿地，这些选择在鸟松湿地生活的动植物们未来将何去何从？鸟松湿地啊，这个原本的身份是暂定的啊，一个湿地嘛，啊，重要湿地。当然，我听说高雄市市政府啊，工业局，也依法哈，来走这个程序嘛，啊，那今年就提报了9个。这个暂定湿地的啊一个变更嘛啊，或者是一个证明嘛啊，那当然从茄定啊，到永安，到甚至高屏溪旧解条湿地，一直到凤山水库湿地啊，因为我这个礼拜一还特别到内政部，为了凤山水库啊，湿地的一个审议小组啊，我特别去做呼吁，啊，呼吁，自来水公司，啊，甚至之前的永安湿地台电公司，啊，那这两个国营事业当然是，依法哈，他们都是管理单位的，对他们那个土地是他们管理单位嘛，哈，啊，但是我就，提出像这样的一个地。难不成不是国家的地吗？难不成不是人民的地吗？它并不是私有地。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宝岛，人民究竟要的是一个永续的环境吗？是不是？那怎么样大家来三赢，比如说市府也赢嘛，那民众像鸟会就代表民众嘛，哦，公益团体也赢，而得到了环境嘛，哦，那政府可能也赢，赢在说啊，民意大部分都希望盖停车场，我现在在担心是这样啊，如果政府以民意来说，根据调查
地方的名义是 要把它盖成迪士尼乐园，那可能鸟松湿地摇身一变就变成迪士尼乐园了。哦，我打个开玩笑啊。那水公司也一样啊，啊，缺水，所以我们希望这块地做水库，对不对？只要有配合中央的所有的开发的政策，地方政府也有相当的配套啊，了不起是走一些程序而已嘛，对不对？那最后我们的环境剩下什么，我们的民众剩下什么？鸟松湿地这次也很谢谢高雄市市政府啊，公务局长以及包括观光局长哦，他们纷纷代表高雄市政府的态度，赞成，赞成民众，绝大民众的想法就是，鸟松湿地，一样保留为，重要湿地，地方级重要湿地，那有做这样的表述，包括一些民意代表做这样的表述嘛，当然很多的民众在评定作业。会议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呼吁嘛，那民众我们随便，我们大概两天几天的动员，我们也有1400多份的陈情书，陈情书有时候你看到陈情书，你真的感动掉泪。为什么这么多的民众？陈情书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照抄，没有，我们刚刚看一看。就代表说高雄市是一个真的是宜居城市了哈，有这些民众他们为了捍卫这块湿地，他们写出他们的一个心声。如果把这个用掉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停车场，还有其他的建筑重大建设，因为这里鸟松剩下这里是最靠近高雄市的森林呐、啊，因为如果说你要在高雄市看到这样子的森林，真的是很少。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上班，那我中午时段我想要做一个休闲，哈，想做个小小的旅行的话，我就可以来，我有一两个小时的空档，我可以来这里走一走。做一下的，可以做心灵上的疗愈呀，好，看一下树木啊，吸收芬多精啊，就这样子。目前内政部召集的这个会议里面，并没有纳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纳入，所以这个我想我是比较审慎的去看。目前全面性是认为这样，但是如果说有国营事业背后跟高层施压，提出水电的开发需求，以国家政策举着国家政策的大旗子，那人民又能够得到什么？这是我比较担心。眼前是过关了，不代表明天可以过关。这个还是要高层的首长很明白的去说出来，那这块湿地也代表其他湿地才可以保留下来。高雄市政府这么5-6年来，我们在伊克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市政府高雄市已经成为全国做湿地廊道，其他的县市都来拜访嘛。第一名的哈，那这湿地廊道也动用了人民的纳税钱，我看好几十亿以上了哈，蛮多的哈。从高雄来看台湾，湿地面积有没有减少？对不对？我在相关的会议也提到，湿地已经是全世界的核心价值了，对不对？不要说欧美国家。连非洲啊都很重视了，除了湿地，还有野鸟重要栖息地，Important Bird Area (IBA) 都很重视了。有一天，鸟类系统应该也要重新来检视台湾的重要野鸟栖息地 (IBA)， 重新再盘点，
不符合重要野鸟栖地条件的，或许就降级。比如说这一块栖地碰到政府不是很支持，然后开发的行为不断啊，然后野鸟导致野鸟减少，候鸟减少到某一种程度，或许中华鸟会就要重新来检讨。台湾84、85个重要野鸟栖息地数量是减少还增加，然后湿地的面积是减少，数量是减少还是增加？重新盘点看看。IBA 虽然在台湾没有法源基础，但是在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知道 IBA 的，尤其欧盟特别重视重要野鸟栖息地，所以为什么这些 NGO 团体啊，他们长期在做这些鸟类的调查？因为只有提出20年的数据，才能够告诉人民气候的变迁，温室效应等等，对不对？美国、加拿大，他们在推动这个借着赏鸟去做到户外去做调查，借着赏鸟去做户外调查，做一个 Christmas Bird Count， 就是圣诞节一直到元旦的时候，他们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鼓励民众在冰天雪地，也不要躲在烤炉箱旁边啊，走到户外。让民众去省思这个环境，还是惊讶有一些鸟为了生存在觅食。他们做这样的呼吁民众，每家地区啊，做了100多年了，台湾今年才第5年要做，我就很感慨啊。我4年前我在加拿大一个国际鸟盟的一个5年1次的大会里面，人家特别要表扬我们台湾保育黑面琵鹭啊，30年了哈。那加拿大的环境部长啊，那多高啊？还有美国的等同于台湾的农委会哈的主委了，等于部长级的，他们我们一直在开杠就提什么？人家的农政的高层是在谈什么？你们看鸟看多久啊？赏鸟赏几次啊？让我惊讶，他们说他们圣诞节多去数鸟，才会知道环境多少。所以他们的调查活动已经做了100多年了，台湾才做5年。他们的高层都下来组队，跟民众去走到户外，走入户外去看这些鸟的数量，鸟的种类。我呼吁的已经呼吁了3年，我都希望看到非保育官员的一些高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县市长、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长也能够跟民众在一起赏鸟、调查鸟类，今年做，明年做，你觉得我们民众会不会重视这个环境啊？当然会嘛，当然会嘛。可是我们呼吁了2、3年，还没看到一个地方的县市长出列，可能知道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宣传也有问题，都不知道，也没看到一个农业局长出来，没有。也没看到一个农业科的科长出来，都没有。这是让全国这些鸟友、上万的鸟友，我们觉得很感叹。都是基层的民众利用圣诞节到元旦这段时间出去外面观察环境的变迁。所以我真希望有一天，如果说我们蔡总统啊、小英啊，或是哪一个政府首长真的有在重视环境的话，用行动来表示，人民看得到。我相信只要有任何一个县市长或总统或院长站出来，就不会闹成一个笑话，
眼前有黑面琵鹭，但是我们首长居然可以跟在地的人民说这个地方没有黑面琵鹭，而被民众来耻笑。所以这个是一个 NGO 团体看的一个痛啊。环境是每一个人都要，政府只是在执行政策，但是如果政府的官员能够率先跟民众走在一起，他才会真正去了解这个人民的需求。